藏海安部庄严第四段，海景相和长行第八句看起，摩尼宝云一覆其上，其云普现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十方化佛及一切佛神通之事，这个都是相合所现。相合表同时相应的心所，所谓心所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理作用啊，八摄心王起作用的时候所触生的现象。前面一句是讲住世间海所有庄严，世界海无量无边啊。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，一个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一个法界如是，每一个法界都如是，而这个十法界也是无量无边。法界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是发性性德啊，自然流露出来啊。佛在前面讲法如是耳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理由啊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啊，不能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逐渐逐渐的能体会了啊，真正其入境界，那就是过诸佛菩萨的生活啊，真正的人生。澳洲的土著称他们自己叫真人啊，真人是什么生活呢？一无所有啊，啊，真的是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他没有。啊，一件衣服都没有啊，赤身露体啊，我们看到报道，他们每一个人只有一块兽皮啊，晚上睡觉是在野外啊，不怕风水风吹雨淋，你从这里是想象他们身体好啊，啊，他那个兽皮晚上睡觉，一半垫底下，一半盖上面。那兽皮我们想想，不会很大了。啊，真人，
他们称我们，我们自称为文明人，他称我们文明人叫变种人，不纯了，他们是纯真，生活完全跟大自然相应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，他们几乎个个都有特异功能，很不可思议。你比如说跟远方的朋友交流，我们今天用电话了，现在用手提电话很方便的，他们看起来是个笑话。为什么用这些东西呢？他们用什么方法呢？心灵感应。他不需要，要跟远方朋友交谈，要知道他的状况，他只在地上坐下来，心完全静止，就好像入定一样，就能跟远方的朋友们交谈了，感应大教啊，确实比我们使用这些机器方便多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越是这个简单的生活，我们才晓得那叫真正回归了自然，真正与性德完全相应。世尊当年在世所显示的不无道理啊。在这一句里面，释迦毗卢遮那佛应化，摩尼宝云，一佛其上啊。事实上是讲的华藏世界的地面香海当中，这些水道香河，摩尼宝云盖覆在其上啊，西云普现华藏世界，整个华藏世界在云中现出来了。我们在此地读这个经文可以接受了。为什么呢？微尘里面现华藏世界，不但现华藏世界，现十方三世，世界海微尘数世界。这个句子前面我们念的很多了。云是什么东西组成的？我们现在晓得。微尘集聚的现象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离开微尘是一无所有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微尘集聚的
云层密度很大了啊，所以远看，哎，它存在，漂浮在空中；近看呢，雾气啊，一无所有。佛常常用云来比喻。比如什么呢？空有不二，空有是一啊，这个是宇宙的真相啊，万事万物的真相啊，给我们开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。他在那里提示我们了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相由性无，啊，事由理无，所以可以受用啊，不能执着。执着就错了啊！谁执着呢？六道凡夫执着。四圣法界的人放下了，放得不干净啊，彻底放下了，一丝毫的执着、分别、妄想都没有了。这个人入华藏世界了，不再是法界了啊！那由此我们知道啊，执着是大病，坚固的执着啊，最坚固的执着是哪一道呢？地狱道。诸位一定要听清楚，不是讲执着的对象啊，是讲执着啊，执着佛法还是堕地狱道啊。这个引业，昨天跟诸位说了，引导你到哪一道去？是引业，不管你执着是什么啊，啊，那也许我们要说了，我执着佛法是好的呀，啊，怎么也会堕地狱呢？堕地狱，佛法是流通的，佛法是利益众生的，你执着居为己有，自己不受用。你也不让别人去受用，你这罪就重了啊！我以前未学佛之前不懂啊，啊，所以我跟诸位也曾经报告多次，那就叫乏路忏悔呀！啊，我喜欢读书，爱书，我的书不会见人。啊，不知道，这是知识啊！啊，无论是世间法是佛法，知识要流通。啊，我自己没有时间读，别人读。啊，我供养他读法布施，增长我聪明智慧。我把它收起来，不肯给人，吝啬，果报于此啊！以后学佛才懂得这个道理
啊，所以早年我收藏的确实是不少图书。啊，碰到李炳南老居士成立慈光图书馆，我把我全部的东西都捐献了。有感应，那张家大师讲的一点没错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我自己学佛想要什么样的资料材料，哎，它就会出现，很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而且出现的本事真的都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，现状善本呐、啊！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楞严。啊，楞严古来的注解很多。啊，查了个目录啊，差不多有100多种。啊，我在里头。精挑细选，选20几种，心里想：啊，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几乎我心里所想的，全部都收集到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以后我产生一个信心了。我欢喜发布施，我需要的参考资料哪有不会得到的道理？感应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如果我所喜欢这些资料，我收藏起来，我自己不用，我也不会给别人用。对，愚痴果报，感应道交断掉了。世间这样的人很多 啊这些人学佛实在讲呢，没有学通啊。佛在经上所讲的这些理论啊，所讲的这些因果，他完全不懂啊。他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那就不如是了，真的放下一切，就得到一切。你放多少，你就得多少。身心世界，法界虚空，通通放下，你就跟毗卢遮那佛一样，圆满地得到了。实在讲，我的这个学佛真正得力了，张家大师，这是第一次见面给我开示的，看破放下，不是啊。啊，我出家的时候，只有2套换洗衣服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到灵济寺啊。台中同修给我买一张火车票，啊，从台中到圆山车站，啊，圆山车站下车，走几步路就到灵济寺了。啊，永远保持。才能有感应道交啊！啊，才会生智慧呀！啊，摩尼宝云覆盖其上啊！啊，云中显现，华藏世界啊，华藏世界的教主
导师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在哪里呢？看不见。毗卢遮那遍一切处，所以我们看到毗卢遮那的是化佛。设方化佛啊，化佛无量无边呐！啊，《梵王经》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，千百亿化身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千百亿化身，毗卢遮那的化身。阿弥陀佛也是毗卢遮那的化身，东方药师如来还是毗卢遮那的化身，啊，总而言之，整个华藏这个大世界里头，这个大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，啊，这尊佛的名号。不尽相同，啊，色身形象不尽相同，全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经论里面常讲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啊，那个现的佛身，佛身并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度的众生不一样。啊，毗卢遮那佛是不是有心变现这个身相呢？色相、色身呢？没有心。如果有心是凡夫，啊，没有心怎么能变呢？叫法如是耳啊，啊，是自然的，怎么变的呢？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众生有感，自然就现象。不能去想啊，啊，所以不可思啊，思是什么？妄想，不可意呀，啊，意是说，说什么？说是分别执着，啊，你要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能够见到。这个见不是肉眼见的，法眼见。啊，慧眼见。金刚经上讲的无眼圆明啊。你见到事实真相。六道凡夫见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没力妄想分别执着，阿罗汉见不到，阿罗汉执着断掉了，妄想分别没断，啊，必须要分别断掉了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分别断掉之后。执着也断掉了，再破一片无明，这个时候见到，这个时候你生华藏世界，你见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呐，啊，
那婆那毗卢遮那佛的应化，那当然更不必说了。你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呐、啊！到那个时候，也许你豁然觉悟了，自己也是毗卢遮那的化身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昧入法界，不是啊，你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。凡夫要做佛，没有别的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如如佛了。这个话经典上祖师大德讲的很多很多，我们有没有听懂呢？听懂了，实际上没懂。为什么？懂你入境界啊，你没入境界不懂啊。这桩事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跟张家大师请教过啊，就是知与行的问题。知识我懂得是知啊，你没做到。大师讲，没有做到你不懂，懂了哪有做不到啊？知难行易，这大师教我的啊，佛法知难懂得难啊，懂说悟啊，悟了之后哪有做不到的啊？那就是讲的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懂得了，是知，放下是行，哪有看破放不下的？看就看破放不下，你没有真正看破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放下很容易，为什么不肯放下的？你没看破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49年辛辛苦苦在这里教导我们啊，讲经说法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帮助你看破，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啊！放下不用说，你真看破了，你自然放下了啊！诸佛菩萨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能体验到少分呐、啊。你看破一分，决定放下一分；看破两分，决定放下两分。啊，看破放下肯定是成正比例的。啊，所以看破放不下怎么办？经教上下功夫啊，也就是说我做不到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哎，知上下功夫，知行是一不是二啊，我知这个功夫不够啊，所以行不得了啊。真正治疗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？真正知哪有不自在的道理啊？自在就是解脱
解脱这两个字，解是解开啊，脱是脱离啊，解开什么呢？解开执着，解开分别，解开妄想啊，脱离什么呢？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啊，脱离化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，你成就究竟圆满佛了。究竟圆满佛就是毗卢遮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教我啊，我要会学，我要对得起佛菩萨，我要对得起祖师大德，我要拿出修学的成绩呈现给他们，这叫报佛恩呐。经上讲的要信，这个信很难很难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哎我们信佛了，不见得，可能跟佛菩萨的标准差得远之远矣啊，为什么呢？信会做到，做不到不行的啊！我跟诸位讲过多次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。我出家两年之后才受戒，我学佛七年出家，两年之后受戒，就学佛九年了。我已经开始讲经讲了两年了，教佛学院教了两年了，就受戒，受了戒，这是一般的规矩，一定要去谢老师啊！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所以离开戒坛，头一个就到台中去看老师啊。老师远远地看到我了啊，我还没进大门，他在厅堂里看到我了，就指着我：“你要幸福啊，你要幸福，说了好几句，你要幸福。”我走到他面前，他叫我坐下，他问我：“你觉得奇怪不奇怪？”是奇怪啊！我要不幸福，我怎么会出家？怎么会学佛？怎么会去受戒？他就告诉我了，难啊，不容易啊，有多少老和尚到死都不幸福。我听不懂他的话的意思啊。最后他跟我讲了，佛的教诲你不能奉行，
不信啊。哦哦，明白了。大乘佛法里面头一桩事情，佛教你发菩提心啊，在净业三福第三条第一句，你有没有做到？没做到，你不信佛啊！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至诚心。你对待一切人，是不是用真诚心？还是用虚妄的？还是用欺骗的？不信呐！我完全明白了。身心的一般讲法，好善好德啊，那实际上呢，你根本不好善，你根本不好德啊。菩提心第三个是对别人慈悲心呢，对别人确确实实没有慈悲呀，这做不到嘛。这哪里有信呢？啊，真的，许许多多出家学佛，一辈子，啊，到老死都不学佛。我受戒回来拜见老师，老师给我的教诲，啊，老师给我的礼物。特别提醒我了，说了好多声呢，加深我的印象。这一生当中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净业三福，是我这一生修学指导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第一个。孝养父母，我对父母不孝，不信佛。啊，第二句奉师师长，我要不能够记住老师的教诲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我不信佛。啊，慈心不杀。啊，我还有杀害众生的念头，不信佛。啊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这十条，是出是法的根本呐。啊，不学佛，你能够奉行？这四句你能做到，你来生得人生，你不会是人生的。啊，这四句要做不到，人生失掉之后，来生得不到人生。啊，纵然你这一生当中修很多善业，那个善业是什么？果报里头，那叫满业。这个四句隐义啊，特别是十善业道，隐义引导你到人道里头来受生呐。啊，你们有这个业。你的心行不善啊，啊，这个佛讲的三途，啊，三途是什么业呢？引导你入三途的呢，恶鬼贪心、畜生愚痴，啊，地狱嗔恚，啊，这。
这个是引导你往那道去的。啊，贪嗔痴是三途的因业，无戒十善人道的因业。我们无戒十善有没有呢？啊，佛教我们要断贪嗔痴，我们不肯断，我们不信佛。这个信佛两个字谈何容易哦。啊，心所里面浮出来的啊，这个表法了，就是心所啊。八识起作用的时候，啊，这心作用里面浮出来的，毗卢遮那的十方化佛，啊，即一切佛神通之事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，这是华藏世界的人。他们跟十法界里头的众生真的不一样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起作用的时候，跟这个不一样啊！那么回头想想，我们这个心心所起作用的是什么现象呢？是非人我。贪嗔痴慢，啊，纵欲享受，自私自利，啊，损人利己，我们浮出来的是这些东西啊。我们读这句文。羡慕之心自自然然会生起，啊，到什么时候我起心动念呢所浮现出来的是诸佛神通的境界，真理讲十方化佛，啊，一切佛神通之事指的是什么呢？大方光佛化言，下面这个一切佛意思很广啊，就像我在前面跟诸位说的，由极果的诸佛如来，由分正佛位，啊，四十一位分正佛，由相思为佛，由观行为佛，由名字为佛。这个境界非常广大了，神通这两个字很重要啊！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烦恼习气非常深重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不通啊！不通就是无知啊！就是看不破
身心被物欲束缚啊，就像绳索把整个身体绑起来了，动弹不得，你说多苦啊！这个捆绑自身的绳索不是外来的，这自己造成的啊！就像蚕吐丝啊，结成茧把自己裹在里头。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？有几个人觉悟了，不再干这个傻事了啊？不干这个傻事，那你就得放下。佛菩萨示现跟我们做榜样啊。唐朝时候庞居士啊，庞居士这个公案啊，四级大家都知道啊，他是一个大富长者啊，一家人修行正果，在家去世啊，他明白了，通了啊，通了之后有一个很不平常的表演啊，他表演什么？把他整个的家财一切所有装在一条大船上，把这个船划到江心啊，长江的这个江中心，船底打个洞，整个沉下去啊！这是给我们讲放下，彻底放下了啊！放下之后，生活怎么办呢？编草鞋啊，香港看不到草鞋了，中国大陆看到啊。去年大陆上有一位同修啊，送了一双草鞋给我啊，我现在放在澳洲啊，确实草编的啊，庞居士编草鞋卖啊，每一天编几双草鞋卖几文钱，哎，他生活过得很快乐啊，身心都没有一丝毫负担生死自在啊。他想走了啊，也不说出来，跟他女儿讲，哎，你到外面看看，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啊，啊，看看是什么时辰啊，看这个太阳大概估计是什么时辰啊。他女儿知道了，他爸爸这一说他就晓得了，晓得他想走啊，外面张望了一下，回来告诉他早了早了，女儿自己在外面站着往生了。庞居士看到这个样，这个丫头
害得我要晚几天走。为什么？要给他料理后事啊。啊，如果庞居士先走了，女儿替他料理后事，啊，他女儿乖巧啊，都有这个本事，说走就走。啊，女儿聪明，知道爸爸要走，先走。这个给我们说明，放下之后果报如是啊，得大自在啊。这样的人叫真正幸福啊，这样的人完全回归到自然，完全回归到自信，他怎么不自在啊？六祖坛经里头有受记，当然他不是凡人，菩萨再来的啊，但是他为什么来，我们也晓得，他来教导我们啊，他不用言教，现身说法啊，来给我们表演，表演给我们看啊，他自己，他的女儿，他的夫人啊，一家人生死自在啊，说去就去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。所以当他把他的财产全部沉到大江，有人跟他讲啊，说胖老，你这些财物都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拿去救济呢？这个世间穷人还很多啊，啊，为什么不拿去做的好事呢？哎，他教人一句话：好事不如无事啊！你们想一想这个味道。你懂不懂啊？你通不通啊？今天中午我们林子会长来告诉我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啊，所有经这个经书啊，录像带光碟流通的量很多啊，我们的经费来源不足啊，可不可以斟酌收一点这个成本费？我说不要啊，我们有多少收入做多少事啊，收入多我们多做，收入少我们少做，没有收入不做啊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！啊，这个小道场一个月的开销也不少啊，有收入我们好好在这里经营办，没有收入这个道场关门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！你看这个道场开门大家都很忙啊，都很辛苦啊，要是关门呢不是没事了吗？你要懂得庞居士讲的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我们今天虽然开门也是无事
心里头无私啊。设法四众同修啊，到这个地方来布施供养，不是给我们享受的，是委托我们帮他做好事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他不委托我们，我们还去找事吗？那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没事找事叫攀缘啊，错了。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没有一个攀缘的啊，但是别人送来委托我们，我们有义务、有责任替他修复。啊，我一生所学的如是啊，所以当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，这个佛陀教教育基金会，我们都是这个宗旨啊，很难得啊，韩馆长跟简峰文居士他们都懂、都理解，不化缘，不问人要钱。啊，钱多了多做，钱少少做，没有不做，不做好啊，不做我们功德也是圆满的啊。啊，这个理很深，诸位要细心去体会。